曾经是跆拳道国手，现任新北市交通大队分队长的纪淑如呢，据了解他被昔日南元警下属的妻子发现，两个人居然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，而也因此惊爆了纪淑如和南元警的不伦恋。纪淑如也因此被控告妨碍家庭，现在他遭到了记过调职，整体事件震惊了警界。段时间可能是自己的私生活吧，那可能行为举止要收敛一点。奥运跆拳道国手，也是新北市警局交通大队分队长的纪淑如，优质的形象曾经是新闻媒体的焦点，不过现在传出和下属元警发生不伦恋，震惊了整个警界和体育界。九号凌晨啊，确实被发现与曾姓元警啊共处一室啊，有这个不当交往的事实啊，深表遗憾啊，对不起。有绰号霹雳警花的纪淑如，在八号深夜就和旧属曾姓男元警一起聚餐，之后就回到男方家中，两人共处一室。结果曾姓男元警的妻子带着相机突然破门而入，发现两个人衣衫不整躺在床上，记得他告上警局，也提出纪淑如妨碍家庭的告诉。他当然坚决表示绝对没有这一回事、啊、看起来都还很平稳的、啊、她是很单纯的女孩子的、啊、我们希望不要有进一步的不幸发生、啊、现在纪淑如和曾姓元警都被记过调职，纪淑如也暂时先回高雄老家休息，看来这一次的不伦恋真的让纪淑如的形象和前程大受打击。